红色条纹的装饰呢，粘贴就尽量跟左右都一致。那当然，如果有错开不一致也是没有关系，只是要模拟那个史努比他房子的花纹风格感觉。这五条橡皮筋分别套入之后呢，如果有点紧，可以最后这个扭转的柱子整个穿过去之后，再用镊子把它调整间隔好就可以了。因为毕竟这样子不是很好套，但是就是你如果可以像我影片这样用手把它划一划就平整也 OK， 那如果没有办法就拿镊子帮忙一下。
这边黑色边缘的金色线条呢，大家要不要画都可以。如果你有金色笔，可以像我这样，就是在外框的画一圈金色的边缘线。那如果没有画也没有关系，就是留一圈黑色的边，也是很好看哦。圈的边缘上胶，你就可以黏住包围了。只是你需要一点耐心，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把它黏住，还有你手要把它按住 hold 住，等它一点点时间干。黏贴这个圆圈外缘的时候，它就是刚好对齐圈圈的那个边。趁白胶还没干的时候，就把它调整平整的高度即可。
材料包里面都有赠送一个透明的包装盒，那往常包装盒都是刚刚好的，但因为这一次的机台它比较高，所以市面上我没有办法找到合身的透明盒，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差不多合身的盒子，但是它的高度不够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教大家如何增加它的高度。那袋子里还有一张大张对折的韩国水彩纸，颜色不一定像我影片中是红色，就是我是随机的。
Thank you.